大家好，我是老迷，欢迎回来《暗黑破坏神二：浴火重生》。那么我们的死灵法师，普通模式，好，依旧继续。我们接下来就是，所以我们上一集催房客已经打完了。那么开场之前，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技能，我又再洗了一次，对，因为诅咒我发现。摔倒跟伤害加增啊，都是属于物理伤害的。对，那如果要点法师的话，就要点这个降低抗性。那我不知道降低抗性跟摔倒是不是同时并存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决定就是先改回跟物理伤害的骷髅。对，那这边就是我稍微有做一点改变的地方。对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出发吧。对，我们就。从那个正二金啊，反正就是从老莫那边那个路口开始。对，我们催房客已经打过，所以我这边就切掉。拉尔，第一个符文已经出来了。第二个符文伊兹也出来了。哦，这个是速刷最爱的地图，各位知道吗？对，就在旁边而已。
真的是因为是普通难度的关系，所以整个看起来流程好像就是很轻松。对，整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骷髅很强，很强大。对，然后诅咒也不用什么杀。啊？对。对啊，骷髅上去一刀就死了，一两刀就死了，衰老连上都不用上，对，衰老才。才干饭而已，后来就结束了。对，不过毕竟是普通难度啊，这很正常。对，如果这个在噩梦或地狱的话，就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对，噩梦地狱我应该就会死，当那个什么衰老了，而不是伤害加深了。对。哎、欸，下楼吧。哎，三楼老莫，没错，今天这一集就是老莫了。黑哥应该是没有办法，对，我不觉得我可以有办法打到黑哥。对，因为黑哥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啦，我们。应该说，因为我玩的是招死招，锁住了。然后我又是那种不喜欢出手敲人的，对，所以什么？所以很有可能就是打不到黑哥，不过未必啊，好不好？再看看。那么多短弓，哎，老莫了。帮我跟地狱问好。来，我们先奠定一下哈，老样子，算是只普通模式，不过我们还是奠定一下，来直接看他掉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哦，有一趴机，有5%几率打出一个伤害加深哦。后面剪一下好了。后面也是有宝箱的。好，走吧。哇、哦，老莫打完了。第4章，不知道黑哥喷不喷得死我。
应该喷得死啊！站在那边给他喷，一定会被喷死的。很久以对，走吧。直接出发，直接出发。我忘记开地图。一刀就不见了。对。这个伤害加成一放到他直接爆掉，普通模式啊，真的跟大家讲，这只是普通模式，所以打起来很轻松。对，如果不是普通模式的话，绝对不会这么轻松的。对，然后顺便这边稍微顺便讲一下，就是。到时候第二章啊，我会换佣兵，我会换力量灵气的佣兵哦。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对。刚没看到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视你为无物。我只想就是这样走一走就好了。对，我只想这样走路而已。战斗就交给我的小弟。就是走，探路，探路者，指引者。嗯，有两把。那这边是不是正确道路？看来不是。
浪费了地狱赐给他的力量。真弱，浪费了地狱赐予你的力量。哦，这也太凶了吧！我毕竟是普通模式啊。
嗯，我们没看到惩罚之城的路，对，应该是我走的不够那个。对，可能有几个点。啊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找到了。这边之所以不暂停，是因为刚刚那个中间那一段路是没有探索过的，所以我就没有。对，我就没有暂停了。哎、欸，宝石神殿，这边要稍微。暂停一下。虽然我不是缺蓝宝石，可是我现在只有蓝宝石。升级喽！门口在这哦，刚刚这边里面一大群怪，来清铲一下。
火焰之核。错 ，Let's go。母啊，还行呐、啊。
就来来来，我们来比看才看才小弟强。结果这边一只精英都没有，就是很多波怪在这里，可是一只精英都没有。觉得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吧，对，应该来得及吧，不看咯。等一下，另外一条这边应该是剩一点点。嗯，对，就这样一小撮。我只能这样子往前，我们的骷髅才会一直往前推啊，否则他是不会，有时候会站在后面发呆的、啊。所以我真的认为死灵法师要很硬啊。对，因为你要往前，然后带动你的骷髅，哎，带动你的小弟往前。
啊，全部堵在那里，跟白痴一样。小弟嘛，就不要太讲求了。对，我自己不上前敲的。啊，如果我上前敲的话，其实就不会这么那个的，这么慢啊，这么卡。那我的伤害不高是没错，对。可以啦，黑哥，欸，打死黑哥差不多。我的这个多多天使都还没回，对。其实刚刚回去的时候可以回呀，是我忘记回。我就瞧不起你们不喝水，怎样？喝啦喝啦喝啦，看到水了，喝一下好了。
西西之王，哦，现在不叫西西之王了，那，欸，叫什么？勋爵。好了，回去回一下任务，对。我过去帮他接伤害。来喽，黑哥，今天最后一集就是你啦！哦，一个破坏时光，我的佣兵死去了。直接秒杀！好，来，我们来直接鉴定啊，老样子，直接鉴定，看一下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对，那么走吧，第五章。没想到，赞美圣光。哎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么轻松的就推掉了。对，接下来就是第五章啦。嗯，不过第五章开始就是下一集的事情了。对，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啦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加订阅。有什么想看的游戏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就好回去玩。那我们就下期见，大家啵啵。